我这把看好这局比赛，大厦门 VG 十一分钟要一波了，这一箭过去，奥宇上天落地，直接往前冲，先杀人，飞进去，但是全部都得死，十一分，十四秒，十五秒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，成都 AG 超比零，太强了，三比零，主场三比零，又是一个三比零，是的，在二阶段状态拉满啊，已经三连胜。再算上一阶段，这把 MVP 要给后羿了，兄弟们。在这个赛季，这小子运气有点好，亲身听到了革命。在上一场比赛，这个箭射中，熬眼大招进团，但是打不出效果，直接被反秒。但是实在没有办法换人，最终被一诺给三百年拉下。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位，获得比赛胜利，三比零。直接就是意料之中啊，是的，在毫不出意外，三比零迅速拿下，已经三连了。后羿，两个萤火虫，这波渲染三箭来，好来了，来了，百步穿杨中了，我直接进场，小龙人进场，小龙人进场，闪现进场，秒了，被直接被秒掉，没办法，哇，电塔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C 超完会 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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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S E S E， 太 C 了，感觉 AC 跟微博可以打一打了，不一定谁强了，对对对 ，AC 微博打一打 ，VG 比第一轮还差呢 ，VG 第一轮起码还赢了一局呢，好快，走慢点呀，急这么急着下班。懵了都 ，AG 好不容易来次成都，哥们，哪怕是这把 AG 掉一个点，给你刷，你再做的话不打不来，哥们，团战接百分百平的团战，为什么？落后一万个经济，你落后了两个人，你怎么打？你告诉我，落后两个人，而且没有太乙的情况下落后两个人，你怎么打？没人打的，让我们直接恭喜 AG 超完会。获得五点播，六点下，兄弟们播了一个小时，我操，又是一个三比零，是的，哎呀，二阶段太快了，哥们，目前 AG 恭喜 AG， 恭喜 AG， 三连胜，随便打了，其实，杨玉环不做连接都能打得赢的，鸟来，哎呦，中的是谁？这是谁呀？中的啊，中的是亚联，飞进去，但是实在没有办法，这个熬影大招，飞完也倒下 ，AG 渲染，那冲进温泉，回身一刀。刀砍倒水晶，恭喜 AG 三场，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碾压吧。对了，就去玩一下，跑到直接突进，然后 B 位置，一鸟剑来又中，再接一个洞叫大招，再秒亚莲，亚莲直接死，熬夜死，最终被一诺给点死。再接水晶，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，三比零，获得比赛胜利。三比零，主场三比零，又是一个三比零。是的，在二阶段 S 组目前 AG 已经三连胜，在算上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成都亿昌会已经在这个赛季拿到了四连胜，太厉害了。